对不起各位媒体，我应该先通知你们，其实是我自己关闭粉专的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散布了假的影片、假的新闻、假的消息，我在这边跟你们说对不起。对不起社会大众，让我这个只会拍新三色社会底层的 YouTuber， 整天只会拍一堆妹子来上我的频道，让这些胸部大、脸漂亮、身材好、腿又长的女生，让他们来上我的频道，败坏社会风气，教坏小朋友，对这个社会造成不良示范。对不起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拍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随便答应一个他跟我说他奶很大，自己跑来私讯我 IG 说要跟我合作的女生。我下次会尽量筛选一下，让大家都可以在 Fans 一季上面看到更多更好看的女生。我应该要坚持男性的尊严，应该有点坚持。可是看到奶大，我就会忍不住嘛。对不起。这支影片我会跪到，大家来我影片底下留言，原谅我。对不起，造成社会的不安及恐慌，浪费社会资源跟占据大家版面。好啦，艾里在这边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想要跟所有我的粉丝说。首先，我先感谢这四年半以来大家对艾里的支持，但是因为本人的一些因素，然后还有加上这一年其实风雨其实蛮多的，所以艾里决定要删除我本人115万的脸书粉丝团，退出 YT 界。喂，没有啦，骗你们的啦，冲啊！好啦，由于呢，艾里团队呢要进行新的企划的拍摄以及一些新的影片的布局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要把原本的粉丝团先暂时关闭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看艾里影片的，我们会有临时粉丝团；如果你们想要看私密影片的，记得上我们的 Fans 一期超派，好不好？那 OK， 我们现在要先来由我本人先把这个粉丝团先关闭。哎、欸，等下如果我按错怎么办？按到删掉，就超派。哎、欸，真的就超派、欸，按停用。好，来，这是密码什么？好啦，经过我们努力的寻找，我们终于知道密码是什么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暂时关掉。哎呀，我选一个，我花太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花太多时间了。为了大家，我每天都在拍影片。不然我不觉得 Facebook 有用。我看一下，好像不行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如何使用 Facebook 好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他还不让你按呢、欸，你点这个，他还说他还会叫你取得协助呢。他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接受，哎、欸，不然我选择这只是暂时，我会再回来。I will be back， 停用了，好按。哎、欸，好像关了、欸。我们现在来搜寻一下小哥哥艾里的粉专有没有不见，来看一下啊。哎、欸，真的不见了、欸，真的不见了。对不起，各位媒体。我应该先通知你们，其实是我自己关闭粉专的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散布了假的影片、假的新闻、假的消息，我在这边跟你们说对不起。对不起社会大众，让我这个只会拍新三色社会底层的 YouTuber， 整天只会拍一堆妹子来上我的频道，让这些胸部大、脸漂亮、身材好、腿又长的女生，让他们来上我的频道，败坏社会风气，教坏小朋友，对这个社会造成不良示范。对不起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拍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随便答应一个他跟我说他奶很大，自己跑来私讯我 IG 说要跟我合作的女生。我下次会尽量筛选一下，让大家都可以在 Fans 一季上面看到更多更好看的女生。我应该要坚持男性的尊严，应该有点坚持。可是看到奶大，我就会忍不住嘛。对不起。这支影片我会跪到，大家来我影片底下留言，原谅我。对不起，造成社会的不安
及恐慌，浪费社会资源跟占据大家版面。所以你我自己关粉专的，怎么会被说成下架？